姥姥，这玩意这么丑，你弄来干嘛？你等着吧，姥姥帮你处理一下。这能怎么处理？你小子就瞧好了吧。姥姥，这鳄龟这么硬，什么味儿啊？做好了香得很，你肯定没吃过。焯好水了，捞起来。哇塞，姥姥，满院子都是香的，好想吃啊！你小子不是不吃吗？大家帮姥姥点个小爱心了。